最近去抽到这个宫保伐木工，所以最近就咧试讲这只会当安怎算。啊，即摆我倒一个平均胜水是 2.2 个，啊，头拄只拍一场，我即摆来看卖咧。好，我开场就摕到伐木工甲一个镜像，所以我都要来试看卖一届。走两个伐木工安怎？第一只，第二只，哎呀，伊个，我记哩，冻掉，即摆叫一个矿工去拍，反正嘛无两倍的效果，伊个矿工嘛来甲我拍，叫房主来写，哎呀，伊叫亚弟，有啥物当冻亚弟无？是人骨头输无去，应该损失真大。好，安尼我即摆阁有一个伐木工，一个矿工，甲一个镜像，所以来先看卖伐木工配两个矿工安怎。好，伐木工，矿工。好，我给你，啊，这个冰色就增效的，无彩啊。伊阿弟阁是矿工啊，这个组合，先把它放下，应该这个台就无去咯。矿工，伊个法师走出来，安尼我先来解决伊个法师。一头前，一后壁，拍，我拄拍无啥着，佮伊头拢无落，情况都是做过来。哦，佮放一个，你动啊，你动啊！其实我感觉伐木工吼，伊死个进程拍得紧是无歹用。就即摆，拍大只，即个人专注叫矿工拍的，不是阿弟。矿工两个死了，死了。亚弟来啊！紧嘞，死人骨头，电掉，死哦，水，赢啦！哦，超刺激！